有几个人选啊，但是他们讲的话我会放在心里面，但也不一定是会真的选他们。然后就是主要还是想把关绵羊放进去里面嘛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是一个啦，有可能啊。然后还有公子也有可能啊。差不多这些吧，就是几个人在看吧。那你要写公子的话，你把公子换成我了。讲个理由，我听你什么理由来？我怎么可能把你写进去？不可能。那你不要，你要是要写公子的话，你把公子换成我。给我个理由。烦死了。对，给个理由，对，一定要个理由，不然什么理由？写你的理由是什么啊？理由很多。讲个理由，我觉得有利的，我可以考虑一下下。反正你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咋说呢？不知道咋说。我很认真的跟你说的，你看我脸是笑的，但是我很认真。是啊，但是我也很认真跟你说，你可以讲个理由，然后我觉得。还有理由就不想让公子走。不想让公子走。不想让铁三角散了。虽然你要想把他们拆散，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散。不想让他们散。就是反正你要是写公子的话，你把公子换成我。你也是铁三角的人，有事吗？你还是散了，走写你走了还是散了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没啥呀。我走了，他们也还是照样能活呀。对吧？我对。但是我是我在不在都无所谓。但是问题是我一开始，我现在在的地方，我是为了你，我留下来的。不然我现在不会在这里啊。然后我认真的啊，你自己看，如果那天我没问你，然后你跟我讲说，其实你不需要我待在这个地方，其实我根本也不会想要待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也不会留下来啊。然后如果投你走，那我在这干嘛？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很在乎，就是我黑粉怎么看我，然后就是。我说过，我比较在乎就是你怎么看我而已，所以那时候你态度这样子，其实我也没有不谅解你，我觉得说不睡觉了，不睡觉怎么说？不睡觉。不睡觉，你不睡觉了？不睡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就是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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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觉得说，我悟了。空房号我悟了。孔凡好，孔凡好，我饿了。孔凡好，我饿了。我饿了。孔凡好，我饿了。饿了。饿了。啊，你饿了是吧？我不饿，我今天都忍住没吃那个饭。真的是。做饭，晚餐啊？没有，晚上。哦。对。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就是。当下你这样子反应，然后其实我蛮受伤的，一定的。但我会觉得没关系，因为可能你没办法，突然没办法去适应吧。但我会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，所以那时候我才这么想要写信过去给你，让你知道这到底是怎么样。因为我会觉得。